真侪独居老人行动无方便，平常真少出门采买生活用品。老吾老基金会是特别甲罗岗镇一间连锁超市举办陪伴老人采买年会活动。23位的独居长辈伫咧志工的陪伴之下，欢喜采买年会，气氛是真温馨。志工陪时段小超市，拣家己需要的生活物资。你想要先看啥？鸡肝。古迹村这卡步愈来愈接近，老吾老基金会特别分予23位独居长辈，一人1000块去采买年货。老吾老基金会哈，为了鼓励我们独居长辈哈，多与外界互动。那也让我们独居长辈能够自主购买他们平常需要的物品，所以特别规划了今天我们带独老能够自己带独老出来购买他们真正平常需要的物品。那我们也连接了极富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了1000块的购物金，让我们长辈可以出来购买他们真正需要的物品。收到礼券，各位当来超商买物件，阿公阿嬷拢真欢喜，嘛感觉真大心。去减买啊，吼！而且伊办这个运动哦，这个真好啊，对弱势也真好啊。啊，买物件，买啥？买我家己的物件。啊，那恁大家食好，就关心老岁仔人。老吾老基金会表示，独居老人真惊寂寞，需要更加侪关怀。这一届特别安排志工一对一陪伴时段，看到因笑甲真欢喜，一切拢真价值。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